好漂亮哦，它是蓝色的，原来是这样，对，没有错，好软哦，像果冻，超像果冻，对，然后女生就会送给男生，就是当做定情信物，等待某一年你可以再来找我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爱心拼在一起，好可爱哦，哇哟哟哟，掉下来哦，你看，哇塞，哎，你看。牡蛎吃到饱。